保价。拿中医，还能先到，对吧？没有，你先交给我就行。2900，多少？2900，你算好了呀？哎，算。木香鱼，木香鱼真的这么贵？我那天有查证，真的很贵。木香鱼真的很恐怖。哎呀，啊，因为之前都是东香鱼，东香鱼，好像看颜色好像就有差。这个要看哪里？我觉得是看肚子而已，我觉得颜色还好。你看那个，这个就很慢。你看这个就很明显，这个就很明显。那东香鱼。红虾鱼感觉，这个肚子就是扁扁的，是的，哦，就很直啊，看起来就这次就看不太出来，对啊。Hello， 邱县长，邱县长，在台湾里头。大，哎，我有传了姓洪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传了姓洪，阿仔快有讲无？阿妈。多少？姓龙，刚我跟你讲。五百。等一下，你看啦，你看这。多少？我姓龙，跟你讲哦。无啊。我有传到姓龙，因为我知影我传到你，你袂传到你赖，你袂看。我有传到姓龙。联系干部，联系文件啊，你联系个大了啊。好，谢谢。你不够大了嘛？多少？拜拜。是因为安尼，我才我才较大嘞。哦，阿布走了，好，拜拜。我听听下你讲讲话仔啊。系啊，啊因安尼种，不要讲。啊，听下我布做我布里啊，啊那我讲布里啊，讲过安尼。未啊。未。啊，即个又过安尼啊。即个又过安尼啊。系啊，啊无我翕，对啊，即我就是，即间我就翕啊，我就翕无穿先来啊。我等下刚叫我来红糖。不是啦，因为我感觉品质啦。唔有在，我搁叫换。无啦，伊阿信龙伊的奶遐有啊。哦，我等下我赶紧刷起来，我搁叫换。赶紧买啦，你也是赶紧买啦，你放心嘛。我很怕嘞。赶紧买啦。买了，两百两百。呀，等下无你又搁你，你看啦，你等于你这样，等于我做不了头条啊，我做。我这么高啊？系啊。系啊。两百两分咯。好。我想讲，我甲阿布讲，阿布一定来给你看。诶，同款，我拢爱阿信宏，多甲你同款。我喊我。我讲。我买阿信宏。上好是套条较少，阿油较贵。郑明早，雅玲早，看一下。嗯。真的吗？哦，阿爸给你两个。感觉够好食啦！金木鲁，大金木鲁，大跟小，跟小金木鲁，这个哦，这个一公斤的。啊，没有下不要。哦，啊，这个。什么？啊，我。不要。我个大那个碗，我赶快里面啊。今天是鱿鱼尾，有鱿鱼尾哦。鱿鱼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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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很厚，然后比较软。
打靶。你点那打靶？嗯。应该收你钱。政府敢有规定你点那打靶？有啊。我买菜啊。有立宪修法。打靶上。你来我讲规章。打靶上面啊。打靶上，你敢有诶？反正无，无诶啊。上好啦。没有，他们是在讲说那个蛤蟆的品质，其实要配啤酒。我写三五，是有他这样子。三五，多少？水饺也无啊，无，包一个啦，包一个，咁样无啊，不是啊，真不是。一百。还有这个。叶领导。这个样比较好哎。有盖呀，你盖不管了呀。哎，出人家。苏能家，还有红鲟还有两只，红鲟还有两只哦。汤兰沙，这两只，苏能家。哎呀，漂皮啊，有啥料啊？超黑，又差不多十五只。一四，啊，对，走，七只啦，才七只。我无差足济啊！我咧看，我也无算啊咧。先看我。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很惨呀，这下菜拢是新上去个。Baby morning。Baby morning。好了，好了，买单，买单。你票数给多了？那两只多少？一两百呀。这么贵？这200。哎。会吧。兄弟，我没有皮包哎不？兄弟。包好的。兄弟。认真哈，我包皮。兄弟。兄弟，欸，你要公箱鱼一箱，母箱鱼一箱 ，OK， 新池等你过来哦，先帮你留。箱鱼刚刚一箱，母的一箱。是这样哦。那箱鱼一定要买。要买的。嘿，不一定啊。多少？不一定啊，不是不一定啊。整箱比较便宜啦。一箱小。不了那么多。是吧？拜拜。够了吗？有。160。要问一下老板，你们找到了？好，谢谢。那还要什么？老姐，这个包会，然后减会减一半好啊。100现在我都用手机来记，我突然发现我这样记的话，回去比较轻松，不用再打字。哦，只要我回去做片子就会更轻松了，回去只要复制贴上就好。我是在网上看到你们这个摊位。
金子我帮你记得好，那个公香鱼香，母香鱼香。红鲟没了，红鲟没了，红鲟已经卖完了，红鲟13只都没了。现在这香鱼是母香鱼剩一箱，公香鱼剩两箱，现在母香鱼剩一箱，公香鱼剩两箱，然后剩下的是草虾。草虾这边，这个草虾刚才喊出来17只，17只是1300。那个超黑草虾是7只，1300，1只80块，1只80块。要不要全拿？有没有要全拿草虾？你等下用 Kiki， 那么够好。早餐店，你若看到，伊就要挨你。哦。啊，你过来买。鲑鱼条啊，至今讲，提供。你就莫提我看啊。你安尼，你就安尼藏个，莫有看啊。你安尼就故意，你故意不要看，伊都莫去开去。你故意不要。哎，你要做哪开去？我开起来。莫讲手机啊！再讲手机。这是我自己买的，没上看哦，我等下讲手机。护理照啊，护理照。阿姨在上班。对啊，我在家上班啊。你有两个？对啊，你讲头一个6点外来，还是紧等你？你讲，你讲。你爸爸我无来。啊，我等阮爸，阿姨嘛等伊咧吼。啊，哥你拜四来，是我哥要买飞机啊，要去。你顶礼拜无来对？系啊。对啊。一礼拜伊有过咧，你拢甲伊甲帮伊同事买。伊都当同事，因内底遐同事咧爱的。对啊，啊因同事也无都过来，啊同事伊怎么介意买？啊，伊是讲是恁家买几斤啊？对啊，就多只尔，啊个外口买都贵个呢。伊讲这母香鱼外口一只200，无可能。真正？伊讲个，伊陆林讲唔是我讲个。啊，陆林家买鱼啊，都。这母香鱼一只200克呢？哦。200粒，不是我讲，一只重量200克。哦，200克就对了。嘿，外口是3只哦。哎、欸，红鲟还有，红鲟还有3只。哎呀，一只200。红鲟一只200。嘿，剩3只，还有，刚才挖到的剩3只，红鲟剩3只，有人要吗？我看一下。红鲟剩3只哦。不用。很大，这个在干啥？在看。在看。今天要干嘛？红鲟还有吗？剩3只。剩3只。啊。对啊，剩3只。刚去后面抓的。五个。再见。啊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哎。这一只多少？一只200，剩这3只哦。要吗？帮我留一只，我去拿去。留一只。他住隔壁而已。有人拿一只，剩2只，剩2只。这9班，还有9班。9班啦。嗯，下班。谢谢。OK， 哦，接下来就休息时间到，现在大概休息个10分钟到20分钟。嗯 ，OK， 差不多。看一下，冰茶五分钟。
有冒着哦，现在报告一下状况哦。红群剩两只哈，母香鱼剩一箱，公香鱼剩两箱，然后公香鱼，一箱大概15只到16只左右，然后一箱800块，母香鱼也是一样，一箱15只到16只左右，一只大概200克，3公斤，1200，然后跟你讲一下。大概一只的公香鱼大概是在53块，然后母香鱼一只的价格是大概在80块，然后200克，你们可以现在自己去 Google 一下，大概200克左右的公香鱼跟母香鱼多少钱哦？没有基金们哦，没有宅配哦。然后今天剩下的我看一下，加州卤烤虾红鲟比较特别的，下张剩三只，下张剩三只，红鲟剩两只，红鲟剩两只，花花你要吗？红鲟剩两只，在这个地方剩两只，母的剩两只。那个要盖起来，还火的，不然到处会到处跑。现在蚊子咬到它就死掉了。好，两只包起来。那我帮你包两只哦。这两只，那红鲟今天没了。红鲟今天没有了。红鲟没有了，耶、yeah ！今天总共几只啊？16只，今天总共16只没了。OK， 帮你留下来放后面了。还有吗？还有什么？螃蟹。螃蟹卖完了。你刚才要去？刚上去，我妈说还要再两只。啊，刚刚好被拿走了。明天母第五市场母虾鱼跟大草虾，不知道藏在后面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有，希望有啦。好，等一下吃。我尝一下好，那啥。拿出来就好。接下来重点是香鱼。对，要赶快。然后一些香鱼，我半小时广告一次。跟你们讲哦，美元汇率现在是32.16，然后这是一年的走势，然后我买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后面跑上去，然后我在九月底的时候，我本来想要买，大概在这个地方我本来想要买，可是我看到这个斜率实在太高了，所以我就还是缩了。波龙岛还是说了，我就觉得，好恐怖哦！那整成这样子，现在全世界人都在买美元，我觉得好恐怖哦。牛剑还有那个呢？啊？牛剑，然后彩粉牛，还有牛排。昨天东兴有拿的那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对。它有牛肚吗？牛肚今天没有拿到。好。牛腱骰子牛跟牛排，今天有牛腱骰子牛跟牛排，牛腱骰子牛牛排。
你你炒虾，炒虾他你叫他帮你留多少？这个亲子那个炒虾你要多少？你昨天是跟他说要留多少？这一盘是17只1300啊，这一盘是17只1300。第五市场凤螺红鲟，亲子这边香鱼可以吗？啊不是，炒虾可以吗？这个炒虾你要多少？那里一盘刚才他喊17只1300。有蛋的180。你零卖也卖80哦，零卖也卖80哦，这个卖80这么，他说的，我靠，虾，我靠冷板呢，老板公至少要卖到150，卖到150，外面至少都200块。没有，我没有很厉害，我还是会怕。我投资我还是很怕，不空不中投资，我都是边买边怕，好恐怖。400，多钱？太多钱了。